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珠海的金湾区。今天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呢就要开幕了。虽然罗旭已经是第五次来到中国航展的现场，但是此时此刻呢依然难抑激动的心情。好久不见，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看一看那些明星级的装备，让我们一起开始这一次兵器面面观的航展追星吧。现在是早上的8:06啊，应该说现在时间还比较早，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我现在啊已经到达本届航展的现场了。这次啊跟我一起抵达航展的还有我们特别邀请的一些军事专家。他们这次啊将会组成一个新推官的团队，为我们来推荐航展上他们认为的明星产品。为了找到他们，我们特意啊建了一个群。你看，我们通过这个群呢就可以共享到实时位置。哎，我知道他们在这些地方。好，我们现在就去找找他们，看看他们都选上了哪些明星装备。走吧。好，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大装备已经到现场了。这不是傅老师吗？傅老师，傅老师好，又和您在航展见面了。哎，傅老师这次呢也是作为我们的航展新推官之一啊，给我们推荐明星装备。你看傅老师选的这装备啊，体量大啊，当之无愧的叫航展巨星啊。傅老师，运二零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对不对？运二零在您心目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装备？我呢，过去接触运输机比较多。我当兵入伍以后，坐的第一款运输机，你知道什么飞机吗？运五。啊、哦，老运五。哎，老运五呢，其实是个通用飞机，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多运输机啊，运五就是已经成我们一个经常使用的运输机了。当时就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国产运输机？直到运二零问世，中国终于跻身世界上少数能够制造大飞的国家行列。刚才傅老师讲的特别动情啊，我特别理解您作为这个老空军对我们大型运输机的这种期待和现在的这种喜悦。我们的这个运输机它是一个体系化的结构，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通用型的平台。对，这次我们有个大亮点，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说好不好？好的。我们在现场已经看到一架运油二零已经降落到了珠海金湾机场。傅老师，你看啊，运油二零最大亮点是这个吊舱，加油吊舱。哎，对，这个加油吊舱是我们国家新研制的一款加油吊舱，它和轰油六的加油舱相比呢，输油量更大，而且伸出的这个软管啊更长。加油吊舱的设计是比较复杂的，因为目前世界上能够研制加油吊舱的国家就很少，而设计完了你把它放在哪个位置也很关键。你看它既不是放在一间也不是放在一根，对，那放在这个，那么这个位置它是要就很讲究的。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可能比较好呢？因为你放在一间上，一间有漩涡啊，会产生一涡，这个管子放出去可能就会打转儿，打转儿你没法加油了。但是呢也不能太靠里，太靠里这边有发动机的喷流会影响，对吧？哎，何况他一次要给两架战斗机加油，这几架飞机不能靠太近，所以因此一定要选一个好的位置。那么你加这么大个家伙上去以后，它是要耗电的，你把管子放出来收回去，那个电源哪来的？是从飞机上引呢，还是想别的办法？那么从这个加油架上看，它不是从飞机上引的电，这样改动量比较大。它前面带了一个，你看什么东西啊？前面是一个风扇，
这个风扇是个小风扇，空中在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它会转，啊，转的话就给发电，哎，就发电。傅老师，另外我看到这个加油吊舱，跟整个运油二零相比，好像有点小啊。其实不小了。从软管这个加油吊舱这个角度讲啊，它算是比较大的，它可以给重型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甚至能够给一些运输机和空中预警机进行燃料补充。傅老师，我们再往机尾的位置走走哈，在这儿呢能看得更直观一些。还有一个地方我特别好奇啊，您看，在这儿它的机尾这个地方呢，很像两边的这个加油吊舱后边的这个设置，是吧？也就是说这边也可以进行加油。哎，可以，对吗？应该是可以的。那么同时给三架战斗机加油。哇，那太棒了。另外，傅老师，我们看，你看它在这个机尾上面有巨大的这个黑白线啊，这个是干嘛的？我猜啊，应该是一个参照坐标，给后边的这个受油机提供一个参考。哎，对，调整它的位置。包括高低、前后、左右这个位置，然后以便呢它准确的进行空中加油。刚才啊，我又得到了一个新消息，又有一款二零来到了现场。到底是什么二零？我们现在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新推官魏东旭，看看东旭怎么说。罗旭，我有一个新的惊喜要跟你分享。在我的身后，也就是左侧的一个后方的方向，我们看到的是陆航的直二零这种运输的直升机。那么我们看，距离非常的近啊，大概也就是几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整体的这种直二零的细节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直二零是来到了珠海航展的现场啊，那么后续呢还要进行这种飞行表演，还要和我身后的直八 L 包括直十的武装直升机进行这种编队的表演，它可以构成这种低空突袭兵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么在这种低空突袭兵力的这种体系的构成当中，直二零它是一个低空的突击运输平台，飞得低，飞得快。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直二零的一些这种细节，比如说在它机体的前方的侧下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了这种对抗的设备，比如说可以针对来袭的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进行干扰，也可以使用这种诱饵弹的发射器发出大量的红外的这种干扰弹，针对这种来袭的红外制导的防空导弹进行这样的一个欺骗。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快速的投送兵力，与此同时呢也可以保证自身在执行军事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安全性。可以说呢，直二零的这种服役大批量的列装陆航部队，可以让我们的这种地面的作战体系飞起来，可以快速的到达战场的区域，抢占战场上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起到更为快速的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在五分钟前，两架歼二零落地珠海金湾机场。来，傅老师，快！本届珠海航展又创造了好几个第一。是的，第一个，隐身战机首次降落在航展的现场。是，以前的歼二零的飞行表演都是从其他机场转场过来，做完飞行表演就飞走了。刚才呢，我以为啊，还跟以前一样，没想到这次两架歼二零降落，两架飞走，啊，所以这次机会特别的难得。傅老师，我看到刚才您非常认真的在看，您在看什么？就看尾分管，但是很遗憾，我站在这个角度啊，看不太清楚，绕了好几个角度都看不着，为什么？都被副旗挡住了。这个副旗大家其实讨论的很多啊，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在现场请您来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副旗的作用。那么这个副旗干什么用的呢？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改善飞机的方向安定性啊。如果你垂直尾翼小了，那么可能在某些飞行速度状态下就会出现不安定的现象，那么加了副旗可能就改善了。另外呢，飞机在做大迎角飞行状态下，垂直尾翼可能被机身就遮蔽了，
遮蔽以后垂直尾翼的方向安静性和操纵性就大幅的降低，效率降低。哎，这时候辅旗露出来了，它是迎着气流的，这个流场非常好，因此辅旗的效率可能就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是，另外我们看到副旗呢，它是在尾喷管的附近，嗯，它会不会对隐身性能也有所提升？最早呢有人说一般的隐身战斗机都没有副旗，确实，嗯，有副旗的战斗机就是歼20，当然我讲的是隐身战斗机啊。是的，你像 F22、F35都没有，嗯，那么会不会加了这个东西以后，对隐身效果产生不利的影响呢？嗯，其实恰恰相反，嗯，你看副旗跟这个垂直尾翼，嗯，它的夹角不是90度的，它大于90度的，那么雷达波照上去以后，它会散射到其他方向，起码对改善侧向的雷达隐身性能有好处。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遮蔽尾喷管。哎，刚好在尾喷管的两边。哎，遮蔽尾喷管也是为了隐身，为什么？因为尾焰的温度高啊，红外隐身也很重要，你要想办法的挡住，怎么挡？副旗就是一个很好的装置。好了，不知不觉我们今天航展追星的日程已经过半了。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民空军的先进优秀的装备啊，这当中有执行战术打击的，有执行战略投送的。孙子兵法有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真实的空战战场上，除了要有歼20这样的重型制空战机作战，还得有一些为歼20这样的战机提供支援保障的特种飞机。这些飞机当中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张老师好。你好，又见面了。是啊，欢迎你作为我们这一季的新推官。感谢啊，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我们的飞机。没问题。好的。嗯，我看张老师啊，就选在了我们空警500A的面前。是，所以您推荐的装备是这款。是，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款装备好像和它之前出现不太一样。对的，帮我们来解读一下。好的，咱这个空警500A可以说是空中的千里眼，云端的中军帐。哎，那么和之前的空警500基本型号相比，那么它的外形上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额头的那个部分伸出来一个小管子，哎，是吧？这个管子，嗯，大家都注意到了，您帮我们具体解读一下它的作用。我想很多军迷啊网友都知道，这是一个空中受油管，是吧？哎，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小管子，但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它可以极大的提升这个飞机的使用效率。那么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个某一个空域进行24小时的全天的昼夜间的进行空中预警，如果说用常规的预警机进行预警的话，那么我们假设它空中的制空时间是5到6个小时，这样的话如果满足24小时的不间断预警，就需要多架飞机进行频繁起降轮换，频繁的轮换，而且这个预警机是高价值的资产，它不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就部署那么多的预警机，是吧？那么有了这个小管子，空中受油这个管，在我们的胖妞，也就是运油20的配合下，那么可以对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延长它的空中的续航时间。另外，徐峰老师，我们看到它的机背上有一个背负式的这个圆盘，对，对吧？这是它的雷达天线。对啊，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背负式圆盘看着像一个蘑菇啊，它的优势就是实现360度的均衡的探测，每一个方向我都可以看得比较远，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间是一个三角形，它使用了三面有源相共振雷达，这个三面阵的使用相当于就是三个雷达把它拼到一块了。首先呢，它比之前旋转的那种方式呢可靠性更高了，因为这个有源相控制雷达的阵面，它有很多数千个收发组件组成的，哪怕坏了那么几个，这没有问题，照样工作。另外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源相控制雷达，它的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它的工作带宽非常宽，在复杂电子环境下的作战能力非常强。这边都是制空作战的飞机，全是歼击机。你看，歼20啊，2个歼10啊，还有歼16、歼11B。哎呀，说到这儿啊，咱们得找找咱们的新推官白梦辰了。
我知道孟晨特别喜欢飞机，应该他就在这个馆里。哎，就在这个点，白孟晨。哎，老白，在这儿呢，找到你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孟晨呢、啊？这期是作为我们的新推官，所以你这个任务还是很重要的、啊，给大家推荐你心目当中的航展的明星产品。既然我站在这块儿的话，其实我觉得 FC31，绝对意义上的航展的明星，而且是很多届航展的明星。那我觉得在 FC31上，我们能够看到整个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第一呢，我们说有了歼20，我们又有了 FC31，我们有了两款隐身战机，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FC31呢，我们赋予它了很多的新的作战方式。现在有一个概念特别火，叫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对，对吧？在协同作战当中呢，这个有人驾驶的飞机，你比如说 FC31，对，有可能它就会配一些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对，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 FC31这样的隐身战机来讲呢，就是有人无人的这种搭配是一个必有的条件了。那么这种条件呢，就是当然要看你本国的航空技术的发展能力。你比如说我有能力生产无人僚机的，那么我可能用无人僚机。如果我没有能力完成无人僚机这么高难度的装备的话，那我可以用徐飞弹，我可以用其他的无人机来去跟它搭配。但是这种搭配本身会极大的提高 FC31 这样有人驾驶飞机的多任务能力，包括战场生存能力。那么另外它的像在战场上空的持续作战啊，这些方面其实都有一个明显提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像 FC31这样的隐身机，它本身出于隐身的考虑，它的弹仓的容量肯定跟三代机是有差别的。对啊，但是这样呢，我们说如果有了无人僚机，那么很多挂弹的活那不用自己干了，对，无人机挂去，对，它变成了母机或者说指挥者的角色。对，那么这样的话呢，会让它的隐身的特性有一个最大程度的提高。刚才我们聊了一个事儿，就是协同作战，有人机和无人机。对，但是有光有平台不行啊，还有弹药。对呀、啊，弹在哪儿？对，我刚才不是说了巡飞弹？啊，哎，在那儿了。说的这个都在那边，咱们去看看。好嘞，咱看看去。好。好，我跟着我们的新推官白孟晨来到了导弹的展区。对，对吧？我看这边弹挺多的呀，对，是吧？有这个通用型的，然后有空空导弹，对，零零总总会有很多。但是你作为新推官，你怎么来推呢？我可能会推这款 TL30 巡飞的反辐射导弹。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战区外发射能力，它有在战场上空长时间滞空的能力，更重要的呢，它是一款反辐射弹药。那么其实也是。我们说短短一年，大家突然感觉到反辐射弹药对于雷达、对于防空系统的威胁有多大。那么作为一款巡飞弹来讲，它在战场上空的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空中力量，包括无人机、有人驾驶飞机，那么他们在战场上空相对的安全。敌方的雷达开机之后，那么这些弹药呢，能够根据需要对他们进行攻击。同时呢，他们作为巡飞弹呢，也能够在战场上空去长时间的巡航，去收集相关的信息，包括我们说其实是有效的形成对这些雷达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电子设备的压制。今天的航展追星之旅啊，我们在现场见证了20家族四位成员齐聚中国航展，歼20、直20、运20和运20。空中地面全方位地展示了他们的精彩。歼20这次是首次落地中国航展的现场，而运20呢飞过中国航展的上空，放出了3根加油软管，
今天呢，我们恰逢人民空军成立73周年纪念日。今天的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祝愿人民空军高飞远航。